大飛我天啦，最緊要錢，呢、這個世界咩都講錢。你睇下所羅門群島，講到好兇狠，甚至拒絕美國嗱，美國佬你唔俾錢，你軍艦都唔好埋嚟我嘅港口，我唔會同你加油啊！我已經同中共簽訂咗合約噶啦。我哋好多秘密嘅協議唔話你聽，甚至就係解放軍或者公安可以喺所羅門群島執法。結果拜登啊，九牛二虎之力，咁啊傾掂數，誒俾$8亿你使下先。跟住好咧，我就簽協議。呢、這個就係現實嚟嘅。事實上，南太平洋島國呢14个国家、14个岛，佢哋面臨嘅係一啲生存危機。當太平洋嘅水位上升，就好似馬爾代夫，佢哋分分鐘嘅土地就唔見咗，跟住分分鐘連國家都冇。佢最需要嘅就係氣候協議，保障環保同埋海水問題。因為佢哋好多都係靠漁業嘅，而過去呢10几个嘅島國，全部都係依靠新西蘭同埋澳洲，所以我講有啲仲係使緊澳幣，有啲係使，有啲係攞新西蘭護照。但係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放寬咗，而澳洲同埋新西蘭亦都對呢啲島國冇再好似以前咁樣干擾，變成咗中共喺度偷雞，長期咁樣用金門一帶一路去做，直到而家中西兩大陣營開始有分野嘅時候，咁呢啲島國就值錢啦。喺呢個時候，王毅去到就幾乎令到佢哋全面變天。但係當日我做節目，我都話啦，有澳洲有紐西蘭變唔到幾多，因為你哋所有嘅漁獲、所有得益嘅，你哋嘅市場喺邊度？澳洲、紐西蘭咯。你哋用緊嘅係紐西蘭護照，你出國都係咁樣。但係大家都知道錢好嘢，中共嘅滲透嚟到嚟呢度，第一個亦都係最大嘅舉手國，當然係所羅門群島。結果簽咗個秘密協議，我嘅港口俾埋你軍事停用。如果我呢度有咩事，尤其中資機構咧，就歡迎你派解放軍嚟。呢、這個令到即時刺激咗澳洲政府嘅神經，亦都因為呢一個阿爾巴尼斯，即係而家澳洲嘅總理，工黨可以擊敗咗莫里森，就係莫里森睇輕咗，因為所羅門群島就係澳洲嘅門戶。如果中國能夠駐解放軍嘅話，即係直插你澳洲心臟，所以唔得。跟住美國出面，因為呢個係島鏈問題。如果呢幾個國家支持中共嘅話，太平洋戰爭就會令到西方國家，尤其美國、澳洲呢啲焦頭冷額，甚至日本。所以你見到布林肯不停咁樣出招，拜登嘅，你哋嗱嗱聲嚟，半年開過2次呢啲峰會，到最後尾傾掂數嘅$480亿我出。呢個第一步，第二步送錢，第三步就係將海洋氣候漁獲呢啲問題，拜登係撥錢，甚至出海巡船協助佢哋，令到除咗所羅門群島已經全面簽咗，跟住三呼拜登好嘢，澳洲萬歲。但係所羅門群島都依然想食兩邊，同王毅簽咗啦，有錢到。話美國又送錢嚟，跟住我係中立嘅，唔會中美兩個大國，我靠邊站嘅？事實上已經靠咗邊站。尋日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喺首都坎培拉見咗到訪嘅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兩個人強調對區域共同安全承諾。據澳洲媒體報導，索加瓦雷仲向阿爾巴尼斯當面表示，
唔會允許所羅門群島用於外國軍事設施或者外國機構，即係話你唔好諗住買兩邊，你唔好諗住解放軍住到，你唔好諗住佢嘅公安喺呢度出行。作為自豪嘅太平洋國家，澳洲同埋所羅門群島有住深厚同埋持久嘅歷史，並以鞏固人民聯繫同埋共同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繼早前喺斐濟首都蘇瓦舉行嘅太平洋島國論壇上高會晤之後，兩國領導人討論咗雙邊優先嘅事項同埋挑戰，包括氣候危機同埋生存威脅，以及對一個和平繁榮同埋有韌性嘅太平洋地區共同嘅願望。喺呢個時候當然係出錢嘅時候啦。澳洲，唉，唔好講咁多啦，聽聽話話，醒多1860萬澳紙俾你啦。跟住就講到明協助你哋嘅勞動力嘅流動、獎學金，同埋協助太平洋島國設立嘅太平洋接觸簽證，同埋俾佢哋進入市場。結果呢1668萬嘅澳元，更加支持就係2023年太平洋運動會，更加願意支持所羅門群島下屆嘅選舉。呢度暗示咗嗱，你乖乖地下屆選舉嘅時候咧，我全力支持你，等你有機會連任，繼續揾錢好唔好？而到最後尾，即係話澳洲已經表咗態，你真係唔好亂咁嚟。索加雷話：所羅門群島不會做任何破壞我哋國家安全嘅事，亦都唔會危害任何所有太平洋島國論壇國家嘅安全。佢對阿爾巴尼斯講：總理，我再次重申，所羅門群島永遠唔會被用於外國軍事設施或外國機構，因為呢個唔符合所羅門群島同埋人民利益。即係呢一句說話證明咗他們已經全面投向西方，中共玩完。其實就是你要作出保證，你不要有解放軍 住到的，說完，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你不要當澳洲總理是陳大文就可以了。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秘藏，帶給我天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現在在整個印太地區還有一點，就是東盟國家，東盟國家在這20多年得力於中國的發展，東盟十加一是給了很多錢，東盟國家滲透到每一個地層面，要他們全面投向美國是，但是美國其實都是一個霸權，雖然他用軍事力量保障你們的海權，跟住設廠給利益，但是東盟他們心目中有些疑慮，因為等於將東盟國家擺了給你，而美國的強勢也都不是東盟所見到的，就是兩國要靠邊站。現在迎來最新的就是東盟分分鐘就將他們的重心不放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而是放在歐盟，希望歐盟協助東盟國家發展經濟，避免了兩國的衝突。你就看看，是這樣的話，無論是這些小國投向美國最重要的一點，抑或他們投向歐盟，但他們都不選擇中國，這個才是問題所在。拜拜。